今天第14天，今天就1月24号嘛，我生日，然后突然把之前的那个1000块钱要花掉，就看个电影吧，最新是看电影，但是那个我只有2天的那个电影，不看会死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有多远呢？来早了，哎呀！要先进去先看一下，到底能不能用骑士卡打折？要不然的话我这两个电影的梦，我的，对不对？我这要打折以后才能看两个电影。我先进去先试。刚才手机出问题，没有录到取票过程。那个骑士卡，我用骑士卡打折买的，但是骑士卡一定要提早1个小时就要买。如果你不放心啊，提早半天一天这样买，可是提早15分钟买，但你可能来不及，他出票1个小时才能出票。我这是一场，该我再买下一场。骑士卡一定要提早1个小时，是至少你提早半个小时，可能来不及，因为他出票1个小时才能出票。我还是运气好，我排队排前面，他说马上就出。如果你运气不好，他就排到后面，那你废了。我紧接着我就去把第二场电影票也买掉。骑士卡还有一个比较黑的一个，他用微信里头的那个公众号，就用他的微信公众号，但是根本是没办法。他讲你的订单跟你的支付订单不一致，怎么会不一致？对不对？所以说他必须要用这个 APP。那就演示一下。买第二张电影票给你演示。就搜索一个电影，虽然这个电影订票敲都不行，就用这电影订票。这南瓜电影是那个南瓜 APP 的，不是这电影院的，是南瓜 APP 然后看在线电影的，那叫南瓜电影。我刚刚就是这个，我偶像 TF 组合 TFBOYS， 对不对？那现在试着这个，就这个第一个的购票，然后就要挑一下，那我还是坐这。六排六组，我肯定要六排六组。哎，不对，等一下，我数一下。没错，跟他一样的，那就是按这个确定选中。那就按这个，不需要结束出票的，就按特惠购票就行了。结束出票是没用的，是骗你钱，就特惠购票就够了。然后这边就要注意一个，他是先排队，排完队，如果你排上了，他就开始在出票中。在排队的时候，如果你想退票是可以的。那如果排上队了，那他就是等待出票。如果等不到的话，他会自动退，就退钱。如果你在排队的时候，你可以自己退钱，等待出票就不行。等待出票的就他系统会自动给退票，就立即支付。那就去输入一下支付密码就行，微信跟支付宝都可以，就立即支付。然后这样就是支付完成，密码他不让录。那这边就出来了。那怎么看呢？因为我这是才第二次操作，第一次操作的好，要先返回到那个前面换掉。
放在这个页面，这有个叫订单，那这边就看到了，先看的已出票这个吧，他当时就是先排队中，那就一会儿就排上队了，你就按这个，就他不就是他自己就会跑到这出票中，在排队中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点击下面，在这个地方会有个退票。如果排队排到了，在出票中，那就要他系统自己退。就说在出票当中的时候，如果他无法显示已出票，那他会自动退票。我现在就已出票了，那就看这个，这你看在排队中，那么这边就有个叫取消订单在这里，而且也不取消，就排队中。就等待出票，但这个可能要一个小时，未来要急就是。那你们也看到我的截图了吧？他就是出来了以后，会用短信的方式通知你，平台也会通知，就是。所以就不要担心，如果你没有无限流量，就不要担心他会以短信的方式通知你，然后你去你的平台上面看一下，然后就好了。然后下面，因为我不方便放出那个二维码取票用，你就二维码上面也有数字嘛，你输入他的数字，或者你识别他的二维码，在他的那个机子上面，然后就能取票了。等下去演示，我操完了，还在外头呢。二号厅在哪？我迟到，迟到。直接看到感动了，唉，这哭的都没办法，给炸死了。唉，下一期视频吧，下一期视频找到一下那个有点像易烊千玺推荐的那个拍 vlog 的方式，反正都是花了手机，我也花了手机，他也花了手机。刚才看完的这个电影，然后去上了个洗手间，现在要赶紧去看下一场电影。我现在在手机上打开了这个，就购票成功这个软件，然后你就点击这个取票的，然后在这边有个扫二维码，那就来扫一下，那它就出来了。那你就取票就行了。这是我今天第二场电影要看的，就这个，这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，手机快没电了，来个新的结尾吧。记得双击和三连，谢谢。没电了，记得双击和三连哦。